换螃蟹米饭。我现在会先抓，会一个螃蟹，然后米饭。好，就是现在当年水准。邻居家的鱼都被我们惊到了，到处乱跑。我要抓鱼，没见鱼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抓鱼吃。这是我们的鱼塘，看我们一家人都过来了，找两条大的草鱼，下去抓鱼了。把这网捞一下，看能不能捞得起。我公公说二十多条大的。哎呀，我真。谁都是这样搞闹，谁都是谁闹的，谁闹的？哎，养太多了，就是你把没捞多，捞一多，捞一多，但是给我多个细，他捞一多嘞，他给我多个细，但是你这一踩进去就赶紧，可以摆的，过来，哎，等他走，啊，来你呀，来多捞了，好，这样就捞了。走吧，上去。咦，本人抓到他了，大鱼！这是这条大鱼，大鱼来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喂喂喂！那我。哎呀，这条来。哈哈有你高了，两个跟你一样高了，这个条鱼跟你差不多重了，大不大？好大一条鱼啊！哎呀，我给你洗手。啊，忙一丢。大眼睛呢？领先一步。啊，全部泥巴的头上。我的衣服。大眼被吓懵了。妈妈。哎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条大的，一会儿我们拿来做烤鱼吃。这条太大了，我觉得我们的锅都放不下哦。啊，对呀。刀都捉不到了嘞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大了。哎呦！哇，好厉害嘛！哦，最怕了。两人开。哎呦，卖了！哇，真能多。
安安，你没到哦，你要叫我叫什么啊？哥哥。你想一下。以前就叫你哥哥呀。嗯。你叫我什么？不知道。叫哥哥啊。叫谁哥哥？叫我。叫你又叫啥呀？叫我叫哥哥啊。都我们俩。他跟我们是同辈的，你知道。你应该叫他姑姑。他的奶奶，他的奶奶是我爷爷的妹妹，是你祖父的妹妹，他的奶奶，所以他的辈分比你大，你要叫他姑姑。搞定。嗯，这是冰的，你喝那么多干嘛？啊，你拿这么多啊？啊，那长满干的。哇，这个王老吉是谁的？不知道。这王老吉是谁的？有一个虫子进去了。嗯，在那头毛啊，在两两头两头，一个飞飞。而且没叫那头哎。是啊，是啊，是真的。那我没拉花，效果没关啊。那么你猜怎么把那个？没粘呢，没粘呢。哪有那么多？那我过来，我来讲，我再讲一下。你帮我倒吧，现在。你看我捞上了，鸟哥讲的。还放还有点子上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放上，放上，放上，放上。小端元，来，给你装上，装上王老吉。你们先到那边接着吧。如果没，能放里面，能放里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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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你看，